料厂，那我们已经做油做了70年，我们主要做的油是黑麻油、花生油跟苦茶油，我们都是做冷压的，有冷压就会有热压，那冷压跟热压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工作的时间还有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冷压的味道它的强项是在于尾韵，所以当你在烹调一个料理的时候，你炒的时候的香气虽然不太很会差一点点，可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尾韵很强，然后有浓浓的香气。相对于热压呢，热压油因为在太快速的过程中，所以它已经温度相对于高，所以才会称之为热压，它把一些味道已经散发出来了，所以它在前味的时候，味道一开始你在做料理的时候它的前味是强的，可是相对于它的尾韵就稍微会弱了一点，所以在冷压跟热压的差别会是在这里。另外是冷压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保留一个温度，那你在烹调料理上去，所以相对于冷压的油它比较不会去感觉到燥热这个问题，或者是比较过热过焦的问题。我们不一样的油有不一样的用法，像黑麻油我们就会用在姜母鸭、麻油鸡，它的味道比较沉，所以就适合在热的料理。那白麻油呢，它其实就适合在一些凉拌菜，那它在提味提香，然后它其实会让你的味道一点点就可以摊清在起来，一加一点点它就会让你的食欲大开。那苦茶油呢，它其实在对于健康方面，它因为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所以它是很健康的油，而且它一般的话我们会拿来在于炖鸡啊，或者是一些茶油面线。那还有花生油呢，花生油其实现在的比较少吃，但是花生油有一种很简单的用法，就是花生油你可以把它加酱油膏，然后把它拌拌，它就是一个非常夏天非常适合的一个凉爽的料理。那还有一个是传统的香油，它就是我们在用于水饺啊、鱼汤之类的，非常适合。那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家自己生产的油。那我们家呢是做传统冷压的油品，那回来我们会回来家里做，其实是因为我不想要这个味道，因为卖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少人做，可是它有它特殊的风味味道，我不想让它不见，我希望它未来更好，所以我对我们家的东西非常有信心，那我也希望它可以让这个味道一直留，就是让一直让大家闻香下去。